国府第一本田。开打开打开打，先不要学那么多，我会忘的。Here comes a new challenger. 看看来自哪里。哟，这是哪个国家的选手？不认识。8000多分。全力でぶつかってこい。刚学的，我操！哎，我撞！怎么样，连招用的可以吧？给他搓一把澡啊！来！我撞！我操，这也行？我也会，防不住。我撞！哎呦，我操！走你！我撞！走你！直哟！我撞！我再撞！轻撞！轻撞！你再跳，你再跳！跳！哎！我撞，我连撞，我再撞，嘿嘿，溜了！跳，急了吧？跳，急了吧？哎，来，我，哎，回手套。这裸杀是可以的，太轻松了呀，兄弟们！我连撞！哎，连招搓着手，搓着手。跳，铁头功，跳不长记性，跳，哇，好强啊，很实用，你知道吧？撞，我连撞，不敢动了吧？跳，有，撞你，我连撞，轻撞，我走。重撞，跳，重撞，哎，轻撞接重的，哎，无所谓，轻撞，跳，搓着手，跳，再跳，喜欢跳。跳，别动，搓着手，铁头功之连招，撞死你！强是不强？我操！没得扯，继续。这匹配到的是全世界的选手。中国选手 OK， 都喜欢玩这个苏联老肥，撞你连续的
再来，再来，直直直，哟，直直直，搓爪手，直铁头功，铁头，哟，他撞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我撞，我连续，一二搓爪手之小，撞死你！我撞死你！搓爪手再撞，哟，我操！没事，不掉血，一直。太轻松了呀，兄弟们！我自从学了这个小镰刀之后，7600分，太轻松了呀！搓爪手，撞，连续，搓爪手。哟，坏了，我爆了！我操，这么多血，你还来？啊？啊？我操！啊？等一下，搓爪蛇。来，搓爪手，撞，硬来，来，打点怎么样？一，搓爪手，铁头功，给你一个大招，撞死你，却反抗。还血，搓爪手，撞，不防的，你不防，搓爪手，撞，直，还没连上，我掏死你，搓爪手。哎呀，花里胡哨！哎，他这个可以招架不动的。我不过去。哎，跑！我跑！小壮，你这有什么用啊？有时候我跑，我跳不去呢。我跳。啊，这能抓到我吗？我跑，为什么他可以站着招架我不动啊？啊，他为什么可以站着招架不动的？什么呀？那我可能不太知道怎么破这一招。等一下，我有点生气，再来一把。哦，这好强！这好强！他那个招架不是可以不动的？我不知道那个鸡翅，知道他南闯什么？我还没研究。这是来自哪里？外国选手，加冕，壮年，三连撞，我恐怕不会。说。这一下，洗澡蛇，拍死你，搓爪蛇，铁头功，来，
没挡到我。哎，无所谓，你已经死了。你这么一点血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撞你！跳！跳！这也行啊！我操！跳！搓着蛇！哎呦！搓着蛇，撞你，防不住，哎呦，好烦！跳，跳，搓着蛇，停，跳，你真的是喜欢跳，拿下，50分，这个人不是我对手，非常灵活的胖子，好，偷我下盘，偷我下盘，偷我下盘，你想干什么？春龙，我操！连招，怂了，他怂了，他怂了，来来来，我撞，我连撞，嘿嘿，二连撞，偷袭，这也行吗？我操！我操，这逮到我防不住啊！哎呀，他老是套我下盘，套我，套我下盘，跳！他这个人很稳，跳！连招啊！起来就放升龙啊！这个人傻子，我操！跳！来来来来，来，这也行吗？我操！底池啊，还手。来跳，来进攻，来，你不来，你不来，我也不来，这怎么能跳到我？我操！哇！我操！跳，到我了吧？哎呀，戳！哎呦，我操！
跳跳喜欢哎哎嘿嘿，我不打了，我突然袭击，哎嘿，一重蛇带着稳的一搞这个拿下，一点都不慌啊，失血反杀。